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胖哥，今天又到黄师傅这个鱼塘这里来了啊。之前在河里面钓了一下不过瘾啊，今天有空就过来在这个堰塘里面。
好了，现在回去了啊，过了一下瘾啊，钓了一共有十多斤啊。这个塘子里面钓跟野钓感觉又不一样啊。